今日嚟到尖沙咀朵温，其实嚟睇下玩具嘅。承蒙厚爱啦，收到邀请就过嚟参观，咁当然要嚟啦，就喺 UG1 嘅啫，地下搭 lift 上一层。喺呢层里面啦，嗰啲铺位啊，中间嗰度都用晒嚟展览唔同类型嘅玩具。咁就由我最拿手嘅变形金刚开始先啦，系 Yolo Park 嘅。嗱 ，Yolo Park 呢个品牌出嘅消费群众层面咧，都系有唔同噶。平平地细隻嘅又有，贵到一大座又重又有合金嘅亦都有，就连砌得嘅模型都有分平民版同埋精细版，绝对系封建游人。唔知有冇得试玩嘅，佢就咁摆咗出嚟，我谂有啩。我着灯嘅，有电嘅，不过时光机唔喐嘅，算啦，冇咁手多，但系几正嘅。喺柜入面系新出嘅真人电影半成品模型啊，唔系咩叫半成品咧？呢度唔系讲佢未制作好嗰种，而系佢已经预先做好咗大部分嘅组件啦。你开盒之后要做嘅咧，就系砌翻晒啲手手脚，咁就即刻可以玩噶啦。呢个系列嘅产品优胜嘅地方咧，就系售价便宜啦，平均每款都只系200蚊内。虽然佢平咗，但系做工同细节咧一啲都唔马虎，而且仲有唔错嘅可动性添，非常之适合放喺台头啊，又或者中意快餐唔求变形嘅朋友仔啦。之后就到眼前呢一款啦，嗱呢排咧都 hit 嘅 G1 版嘅变形金刚，掌心大小嘅尺寸比例啦，有适量嘅可动，做得都几有韵味噶。再行入啲咧，就有呢个模型版实物嘅展示区啦。哇，只捷达俾人玩到截肢咁啊！喂，大佬，好可怜啊！嗱，有得俾大家零距离接触下，摸下扭下，唔错啊！嗱，呢度就系头先提及200蚊内嗰一款啦，统筹无欺，真心抵玩噶，全部喺现场你都可以即刻买到，即拆即玩噶。嚟到呢一边就系高阶嘅模型版啦，900几蚊一盒，入望落去咧，我知道真系唔平噶，甚至乎你第一眼望到咧，就会即刻心里面用翻啲高达模型嚟比。不过我可以话俾你听，其实个组件咧真系非常非常之多。转头一阵我哋会见到实物噶。嗱，呢个就系预组装，即系头先我叫嘅半成品。嗱，呢度呢两只咧就系头先900几啊个模型版本实物啦。相当之还原，亦都十分之细致。再向前走啦，喂，咁鬼大座嘢嘅叶师傅，原来系成62cm 高嘅柯柏文，我买成20000蚊，今时今日真系价值不菲啊！不过佢啊，绝对足称足料啊！你望一望佢啲内容，有嗰啲胶啊，大家玩开玩具都知用嗰啲大路胶啦。重点系佢有合金，佢就冇讲几重啊，但我相信咧就绝对唔嘢少。嗱，欣赏下先啦，啲细节真系超劲啊！之后就系呢个预组装版嘅配合场景嘅 display， 之后到呢只啦，成皮嘅奥迪帽啊，真系做得似模似样嘅，地台又好靓仔啦。卖点咧就一定系啲细节噶啦，呢啲唔变得型嘅。嚟睇下佢啲皮纹啊，真系睇电脑逐笔逐笔咁样画出嚟噶。呢啲纹冇得偷鸡嘅。
真系冇得顶，好劲啊！如果我家有一个就好啦。咁而家呢边呢个单位咧就系 Yolo Park 嘅部分啦。所以入手头先见到嘅产品咧，都要喺现场作出查询。之后咧就到呢个 Tokaloka 嘅品牌啦。嗱，网上面咧成日见到呢只有唔同嘅造型啦，款款咧都又靓又吸引。喂，大家睇还睇啊，唔好整到佢啊！嗱，我上去拍嘢，当日咧咁啱就撞到老板喺度啦，问咗啲关于品牌上面嘅嘢。咁我哋就一路睇一路讲下咧。而且 CBO 同埋 Fool's Paradise 呢个作品咧，就系而家眼前我哋见到呢一个啦。我谂大家咧谂嘅嘢都同我一样噶啦，不过佢哋创作系天马行空，冇界限嘅，借鉴咗一啲广为人知嘅造型啦，进行另类嘅全新创作，带俾大家一啲强烈又有新鲜嘅冲击感。而呢啲作品啊，都系嚟自我哋童年回忆上面会见到嘅嘢啦。当中嘅 Super Professional 系列啊，更加取材于电影同埋流行电玩之中。好似呢款将个头变咗名表咁嘅样啊，我就觉得真系超型仔啊，玩味亦都十足。嗱，呢个真系要介绍啦，今次呢个系 The Run 嘅 Crossover 版。The Run 自2015年已经转手到刘连雄先生嘅手上。众所周知，刘先生非常爱护嘅弟弟金比 ，The Run 亦都系金比嘅物业之一，因此亦都推出咗呢款 crossover 嘅作品。而呢款作品特别之处系在于 Leo 本身手持嘅盆栽变成为企鹅，因为金比系极之中意企鹅噶。另外，佢亦都爱好自制一啲针织嘅绒品，因此咧就会见到呢只着住冷衫嘅企鹅仔啦 ，Q 到爆啊！嗱，摸过上面嘅细节，虽然唔系真系冷毛啦，但系手感极似真版啊，成只人偶超靓，帽上面亦都刻上咗队温字眼，独一无二。哈哈，嗱唔算话太贵啊，2000几，你都可以带佢翻屋企噶。咁跟住又睇埋其他款式啦。我听老细同我讲啊，佢话呢个陶瓷版好受欢迎嘅。咁的确系几特别嘅，嗱现场都有售啊，中意嘅话可以直接俾钱，你就可以攞走噶啦。喂，仲有呢个融入咗现代社会文化题材嘅创作，啱啊！我第一次见到嘅时候都以为佢系米老鼠。喂，呢个揽枕坚正啊！如果你话 figure 太贵，喂，我真系负担唔起。嗱，呢个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啊，上面有捧住食人花嘅 Leo。咁仲有白冰啦，仲有一个好似 Air Jordan 咁嘅嘢，喂，其实我鍾意喎。200几300蚊，仲有九折，咁大嚿啊师傅，价钱合理啦。嗱，唔係炸流摊呀，你都揿落去弹弹下，仲好好揽添㗎。嗱，我决定咗呢就买呢个㗎啦，今晚就揽住个男人瞓。蒙罗丽莎系列入咗现代风格，展现出唔同嘅美态，成为咗现代女性嘅佢，以著名嘅画框形式呈现翻喺大家眼前。喂，买一送一，抵！自由意识系列有啲讽刺意味嘅，头先睇咗啲细嘅啦，而家睇翻个大嘅版本。其实咁大件作品咧，真系唔算贵嘅，位先至系问题。喂，仲有灯添，实用啦，家用品。现场亦有首 Black 嘅喇叭，呢个就借鉴咗龙龟啦。嗱，呢个招财猫咧，又系好抵死嘅。佢呢个猫爪咧，其实原来系一支原子笔啦。
买一只你放喺台头咧，话俾你听，真系杀晒啊！女同事啊，都关心你多啲。你几乎支援所有嘅付款模式，好清新啊！今次 Tokaloka 啦，亦都加入咗一啲展览性嘅元素喺入面啊！喺指定嘅区域，将九件独一无二、2000% super professional 嘅首次展示。每只模型啊，均高达呢个12厘米高，嗱，欢迎大家咧嚟到同佢打卡嘅。嗱，呢度墙又够晒型，够晒好睇啦，咁样摆，加埋灯光充足，打卡自拍一流。嗱，中意运动都有你份喎，玩篮球嘅呢款又系劲靓仔。呢张仿美金嘅地毡咧，又系好正，我睇中咗啊！不过大家留意翻主办方嘅提示字句啊。哇，我真系大开眼界，小木偶变小丑，反差超劲啊！木偶班阿童木又点睇啊？我呢边亦都放咗蒙罗丽莎区。我最正喺上面咧有幅无价嘅画，我好多都问咗老帅一句：喂，幅嘢系咪好似罗浮宫咁样嗰个？唔卖噶。佢话唔系噶，你出价到位，我卖噶。嗱，有兴趣嘅朋友仔咧，不妨嚟到现场就问一下啦。连我都唔执书啊！打翻个卡先。喜剧始祖差你卓别林喺度话你听啊，有时候冧女仔开心都有抄佢桥噶。佢真系一个超级天才嚟啊！咁仲有 Q 版嘅忍者龟，你唔好以为净得啲软泥泥嘅嘢，硬嘢佢都有噶。有我细个都好中意嘅铁甲万能盒同埋31万能盒。你话你唔中意 Q 版咩？俾个正常版本你咧。超破格啊！混合咗时兴快餐元素嘅 Hamburger。嗱，呢啲快餐咧，大家由细食到大，就好似一种信仰咁样啊！几乎每日都会想食，每日都挂住佢，加上价钱都相宜，实在系普度众生啊！Playboy 系列咧，亦都系极之欣赏嘅一款。最初咧为男士专用嘅品牌嚟啦。嗱，今次嘅创作咧，亦都由男士嘅角度出发。嗱，好似呢个咁啦，个脑入面咧净系得靓女嘅啫。呢个狗直接又有玩味，我拜。咁嚟到现今 ，Playboy 亦都唔系男士独享嘅，好似呢款摆设公仔咧，又可爱又够型，女仔都啱噶。连变形金刚都有啊！真系劲多 crossover 嘅作品啊！大力水手啊，系我每朝翻学前必睇嘅卡通嚟噶。另外一个惊喜嘅版权啊，喂，破坏之王啊，人人有功练 ，Funkita， 我感觉好似领你嘢喎。唔好理我，你继续唱啦。唔好意思，令大家误会，我系话在座咁多位都系垃圾。咁
咁梗係要拎埋個膠貼貓版權先得啦。喂喂喂喂，係超人啊，我至愛之一啊！啱啱有柯柏文，冇理由冇大黄蜂嘅。嗱，回到三国，你未睇过都听过，穿越嚟到现代又会变成点呢？原来超细路就源自于饮醉酒。系 Super Me 啊！厂方完全掌握晒潮流嘅错字特色。嗱，酷水同地毡咧，真心抵嘅。想实用嘅话咧，就真系可以现场买呢个啦。跟住仲有其他机械类别嘅。渣姑嘅篮球造型咧，我觉得比高达更加适合啦。转一转身喺后面，走廊中间呢栏咧有唔少盲盒俾我哋可以选购。大人小朋友都绝对啱玩。在另一边啊，仲要有家用品和文具啊！哇，真是包罗万有啊呢度！都有唔少 Serio 嘅嘢喎 ，Crossover、Eva 都有啊！呢一啲都系现场可以抽嘅盲盒嚟噶，真心真系几靓啊！我自己都想抽埋一份。喂，金毛狮王喎！阿卢苏呢款角色咧，真系好成功啊！见到佢有推出唔同嘅产品，买3328，你估下呢嚿系乜嚟啊？哇，系百兽王啊！咁拍摄当日咧，仲有几个区域系未整好嘅。咁如果你哋而家去咧，其实都已经布置好晒，大家去到咧就可以一次过睇晒所有嘅展览啦。
嗱，呢个动物区咧又系好靓好正嘅。喺下面啦，分咗唔同类别嘅动物桶，咁你就要按照自己喜好啦，拣翻啱心水嘅款式。都有几多唔同嘅种类啊？桶身上面唔同颜色咧，就代表住唔同价钱啦。又一个打卡位 ，Hambuta。嗱，中意蜡笔小新嘅朋友仔咧就正啦。喺呢个区呢一边，成个区域都系属于佢嘅，全部都系佢。仲有呢个猪仔啦，都系潮嘢嚟嘅。影嘅时候咧，呢区仲未开放，所以咧我就只能够喺出面影啦。行前啲啦，仲有呢个周术会毡链锯人嘅周边，波奇塔啊，顶劲可爱啊，超想要啊我！好想要啊！翻返去中间啦，原来我影漏咗件正嘢啊，就系呢件扑街 Leo 啊，非常卡通化嘅演绎又唔暴力，有两种摆法，啊设计咧系有心思噶。现场系 The One UG One， 我走马看花都行咗我成个钟，活动由即日至5月31号完结，不过都只系暂停嘅啫。据土卡鲁卡方表示，我哋每个人内心深处都保留住童年回忆，长大之后生活上都遇上不少改变和枷锁。希望今次今次的活动唤醒大家心目中那份天马行空的少年心，燃亮生活的意义。生活不单止值得生存的，珍惜爱，找回你的梦想，我们要活得有意义，我们要懂得拥抱自己。潮流玩具不单止字面上咁简单嘅，佢内里仲包含住生活品味啊、标志咁样，除咗令你生活更加有呢个仪式感之外，更加可以舒压解闷，同时令人更加珍惜生活上嘅点滴。我相信每位玩或者收藏玩具嘅朋友最能体会以上一番说话。而 Tokaloka 喺呢度更加希望有好多人认识佢哋嘅潮玩啦，以香港作为起点，然后逐步推广去亚洲其他国家同埋欧美。咁不妨加热嘅时候就过嚟睇下啦，无论你系一个人拍紧拖或者一家大细，台湾亦都有食肆同埋戏院等等，可以足够你行足成日，系个唔错嘅假日活动。咁今日行街街就嚟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条影片再见啦。